疼了，人是吧？我这不好命，等于累了一米步了。做好 CT 了，给老爸来买点早饭，早上做那个B 超，要空腹才能做。给老爸买了一碗稀饭，两个包子。老家的街道啊，买了点草籽回来，太忙了都没时间剪头发，刚刚又把头发剪了一下。刚才买纸的时候忘记给老爸买拖鞋了，到前面这个超市给他买双拖鞋做 CT 了，等着做好了，明天早上10点拿报告。先去吃点东西，吃点午饭，午饭都没吃，饿死了。给他来个鸭腿饭，这个鸡蛋不能吃了，就我吃了。去年脑梗的时候这个手都不能吃饭让我喂，今年脑梗好了，现在这个胆结石又开始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Tomorrow， 不按下吧。叫个吃什么是吧？这个东西你们有谁见过吗？这个我们小时候一直有用过，家里的好多空房子都没人在家里。现在去前面这里坐那个公交吧，到那个镇上面，然后再坐那个20路公交到县城。到这里了，就是这个，我从家那边走过来，就是村部那边走过来，估计得要有500米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站牌放在这儿，你往前面放一点嘛。我今天也是第一天，第一次坐这个村里面那个公交，没坐过，不知道是怎么收费的，估计也就一块钱吧，差不多。就裸的是明天，大理，那里来一个大理哦。大爷他帮我免费带过来，坐20路公交去县城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这是第二瓶子。掉完了，拿昨天的 CT 报告。两份报告。我老爸的 CT 报告出来了，这边这个什么什么梗塞应该是脑梗吧，脑梗还有什么上面积液什么的，这个不知道。然后这个肺这边是什么少许炎症啊，什么心包啊，主动脉钙化，最主要这个是什么脂肪瘤，提示胆囊结石，应该就是结石引起的吧。县城的风貌看得很清楚，去年我老爸也是这个时候住在了4楼，脑梗，然后今年住到了10楼这边，胆结石这种肝胆移植，然后做手术的话应该是在2楼做的手术，去做核磁共振了，在分院那边，这边老医院这里没有啊。到了这个新医院，就是那边是以前那个地方是北院，这边是南院，到这边今天来做核磁共振。到了。这新医院干净多了，没多没灯。做好了，现在回那个北院去了，到对面坐公交车，完犊子了。这个车末班车6点就没有了，只能打个车去了。打车7块钱。这是我们县城里面一条美食街。待会儿到这边吃一点饺子，都是吃的，什么火锅啊、烧烤啊，我感觉这火锅烧烤最多。我看都上4楼，开吃。